你怕脏而已，要买那种微电解负离子。那有人说我，那我出去旅游，你看真的可惜，那么多人出来旅游，我今天竟然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安全措施。你们就不怕喝的不好的水吗？我如果像你们这么出去玩呢，我肯定带部机器嘛。现在好先进了呀，现在。我告诉你，有见过吗？你看，你看就像个杯子是吧？这是很先进的机器，你看我怎么喝水？今天你请我喝水，我总不能每杯水都滴点东西吧？滴的哪怕能喝，我现在弄的都不能喝，因为滴了东西了，所以我不可能去滴它，我就看不出来。但是没关系，为了保险，注意看，我一边走一边喝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跟你喝的水是一样的？绝对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注意看，看见吗？你请我喝水，我马上改变水质，我这样一喝，我跟你喝的水，我吃西药，我身上连药味都没有，我跟你讲。先进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只有张家听。一样啊，它这个是也，它也会变成跟这个一样，最标准的也是 pH， 弱碱性。7.5对，弱碱，弱碱性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那说到这里的话，那这个什么东西呢？听声音啊。有东西，是什么东西？只有张家界，告诉你，冰纪岩，这个石头，6亿5000年前的石头，中国只有2个石头，而且这个石头存全是百岁老人。另外一个石头，我给你看一下，不是我们这里的，山东的，这一位我应该懂蛮多东西，应该听过这个石头，木鱼石，木鱼石，有首歌叫《木鱼石的传说》，告诉你，你猜我这个杯子多少钱？我同学送给我。猜都猜不到，这个杯子是一个小杯子而已，1800人民币。哇！但是这个杯子好特别，你知道它是什么？你这个是泥巴捏出来的，再烧出来的。它这个不是烧出来，是整一块石头，只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不能把这个弄断，一弄断这个杯把就没了。因为你这个你对对对，捏了以后我重新捏一个，总之捏好之后再一烧就行了。这个只有一次机会，一断了就没了，知道吗？然后这个石头特别哪里？几十种的矿物元素，蒸馏水放进去，拿着呢。我们有这种电笔，这个电笔放在蒸馏水，这个灯是不会亮的。蒸馏水放进去一弄，这个灯啪就亮了。它丰富的矿物质对骨质疏松啊，哎呦特别好，长期喝老人家。这个是山东出的，木鱼石。木鱼石。这个水，然后你注意看啊，这个水啊，你把它倒进去，注意看啊，把它倒进去，注意看我这个水倒进去是刚才是黄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倒进去之后，我抛光过了，要慢一点。10分钟以后倒出来一测，蓝的，它直线在我可以用一辈子，我永远都可以用，改变水质，这是我私人的，这是我这个没得卖的。那有人说，那这个能用多久呢？这个就有期限了，因为那个一直都在，这里面的石头它会越来越小，最后会消失。那么用多久？我们测过它的速度，大概用了12年。这个杯子的名称叫什么？然后它是多少钱一个？这个杯子，我说一下，这个杯子我只是介绍一下，没得卖。完了，他不卖了。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一个杯子而已，那有人说我没杯子怎么办？那它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杯子？冰纪岩呐，我刚刚说。这个杯子。对对对，冰纪岩。这个杯子名字随便叫，因为什么能量杯，叫能量杯也可以。叫能量杯。你注意看，我怎么喝这个？几位女士，我提醒你，早上不要空肚子喝绿茶。太凉了，凉了年纪越大越受不了，知道吗？我早上怎么做的？我早上是这样的，把这个磨碎了以后，早上一定要做一个动作，因为早上嘛，肠道是最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知道晚上吃完又不上厕所，早上全是那个分解肝脏，一个晚上以后就毒素放进去，这个动作很好，早上起来啊，一摇，你看，这样，一喝马上干净。还有呢，你们皮肤我教你怎么不长皱纹。皮肤皱纹有两种，一种叫粗的皱纹是缺少什么胶原蛋白，有一种细的皱纹不是胶原蛋白，是缺水，就跟甜干了以后它会起细纹。所以很多女生呢晚上回到家里以后脸上又很油，缺水，洗干净拿一张那个薄纱保湿面膜做一下，对吧？缺水一天能25分钟有用吗？保湿要经常进行，所以人家真正的保脸是这样的，在国外是这样的，就这个 Evian 听过吧？那这个一瓶的 Evian， 这个用来干什么的？
喷一喷，马上这个水刷就吸进去了，皮肤就舒服着。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太贵，一瓶一百多也喷不了几次，只能补水。现在我们变成我用这个，什么区别呢？苹果切开以后这都会变黑，你把我这个水喷在苹果上，一天就变色，因为里面有茶多，所以我们可以改变这个，又清晰又可汗，效果又好。但是我不用手，我要喝，买一个这个。哦，这个。这个东西倒进去，知道吗？男女用的人放在包包里面，特别出去山上哪里爬山什么东西的时候。这个反正一两块人民币你随便喷，知道吧？半小时以后，擦喷一下，然后在脖子上喷一下，老人斑多的地方，天天喷，回家灌就行了，对吧？你喷一个半年，跟隔壁邻居比一下，那绝对不一样。这样啊，最后两分钟我要结束了，结束之前我帮你们解决最后一个问题，我帮你把肚子给收了好吗？好，我现场收肚子，我收给你。你看我怎么收，我先收肚子，要知道原理啊，各位，肚子怎么大的，夫妻会不会白头到老，你看他肚子就知道，你跟你太太一个肚子大一个肚子小，那肚子大了把遗嘱先写好，你肯定不会白头到老，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大肚子长寿的，你拍从古到今你拍张照片给我看，一个大肚子有一百岁的，你拍给我看，没有的，就一定要把它收进去。但是有人说，那我为什么会大呢？为什么他跟我吃一样多的东西，他不胖我就胖呢？因为每一个人代谢功能不一样，肚子大的原因我解释一下，吃过那个饭嘛，柴火饭，就以前烧柴的那种，对，烧柴你注意，那个柴烧得很火，烧得很旺，那个柴一丢就烧掉了，对不对？年轻人的身体，我们每个就像那个炉子，它火烧得很旺，他嘴巴只要想吃什么，只要一丢，哗，烧掉了。年纪大了以后，火慢慢熄灭了，你嘴巴又管不牢，是吧？嘴巴是看着啪撑一下撑下去的，好了，消化一半还一半就堆积了。肚子大起来，那有人说，那我管不住嘴怎么办？管不住嘴，你得加油，怎么加？我给你燃烧一把火，我把你肚子里剩下那些油啊，给你一次性的给你洗干净。所以为什么我十五天，我就帮你洗这个油的，以前残留下来的这些油脂啊，这些脏东西全部给你洗掉。洗这个东西一定要认识一个茶 ，Ducky 黑茶，最厉害的，这是洗油神器啊！你知道谁？我就讲这东西，谁在拿这个东西在洗？去过西藏和新疆吗？那边喝一个茶也没听过，酥油奶茶，对，就是他做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西藏新疆那边你去必须喝它，你不喝你不要去。他们吃什么的？牛肉、羊肉，就你们那个肠胃要到那边去啊，那个半生不熟一些烤的那个牛羊肉吃下去，吃上两天，我告诉你根本不消化，胀死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胀得好难受。他们当地人是拿个锅子，放水、放黑茶、放那个牛奶、放盐巴，煮来喝的。一喝马上助消化，你看左边是西藏，右边新疆，是吧？他们在煮，一喝了以后喝出一个问题来了，什么问题？中国最长寿的地方，你想都想不到，西藏新疆竟然是中国最长寿的地方。中国十个百岁老人，七个人在新疆维吾尔族最长寿的。他们那个因为黑茶里面那个普诺尔成分，手糖尿病手发抖的人呢，喝了以后手不会发抖。我不多说，我让你亲眼看它的效果。这个茶叫黑茶。百度里面打四个字想知道它，世界茶王四个字，它是中国最古老的茶叶。再说个茶给大家听，普洱听过吗？在他面前不要说普洱，普洱就是黑茶，它就叫黑茶，它是普洱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最老的。对，你普洱听得多是因为普洱的产量大，普洱产量是它的多少倍？十二倍。然后普洱是2003年的时候云南政府大力宣传你才听过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看它的效果怎么收肚子？这是你的胃，这是炒菜的油 oil， 炒菜的油。今天晚上你们吃腊肉喝了点油，炒鸡蛋喝了点油，炒茄子喝了点油，最可怕喝了什么油？地沟油。你们认为这个油多吗？不多，你是看得多。真的炒菜这点油，我告诉你，一个鸡蛋一半油没了，你放两个鸡蛋一半油没了。最稀油，我发现是我家里有炒菜，我发现那个茄子，那个茄子，好多油一倒进去刷就干了，所以每次我那个茄子炒不好就这个原因。那么喝水有用吗？没有用。中国古代有句老话，水油不相容，是吧？让你见识一下黑茶神奇的功效。我现在很喜欢喝黑茶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这个茶呢，我晚上可以喝，晚上那个龙井喝的睡不着，这个茶没有咖啡因，晚上都能喝。第二个呢，这个茶发现喝了以后啊，这个手心发热，它越来越暖，
对老人家风湿骨痛好。湖南出了个奇迹，你们等一下用手机百度搜一下，湖南有一个女士今年102岁，喝了47年的黑茶，她是煮来喝的，她放了三样东西，红枣、枸杞加杜仲，喝了47年，去年奇迹出现，101岁的时候一头开始长黑头发，现在一头乌黑的头发，从后面看就跟年轻人，如果你不看前面的话，他已经102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神奇，不用多，喝一点，喝一点，再喝一点，再喝一点，喝了赶紧做一个动作，运动一下。好，注意怎么喝了，这个要注意方法了啊！不要说没跟你说啊，因为你想快速的话，必须首先抓住最好的收肚子的时间。什么时候收肚子最快？肚子是什么时候长的？晚上。最佳收肚子时间是晚餐40分钟以后，记得这个时间。晚餐40分钟以后，这么大的杯子，最起码可以喝。但是我刚看了一下，这上有几个肚子，我看最起码得喝2杯。啊，喝了以后注意，不要坐那不动，不动也收，但是慢，要快的话呢，喝完以后把空调一关，在房间赶紧做一个动作，这样。快速走，走多久看手表，8分钟。我的手摇得快，2-3分钟就够了。一动就奇怪，什么奇怪？你没发现油变颜色了吗？什么颜色？乳白色。你看它会乳化，像橙汁一样。所以黑茶很奇怪，你只要喝了几天啊，那个肚子不会变小，它会变得很奇怪。你现在肚子是有弹性，过了几天发现肚子没弹性了，很软，像棉花呀，像那个泄了气的啤酒的感觉。那个油因为分散了，而且更神奇的现象已经出来了。我今天假如倒水下去，它一定是一层油一层水是分开的，难道你没发现吗？茶跟油已经怎么样？问他这一把 mix， 不分离了，不分离就好办，你把它给弄出去啊，还在你肚子里怎么弄？第三个动作必须要做，再喝点水。但是这里我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能喝冰水，千万不要喝冰的，冰要结住油，不要喝冰的。不要理他，看电视就好了。你们今晚就试一下，第二天早上上厕所绝对不一样。你会发现你那个大便呢，不像平时这样一段一段一段，而是一长条，唰就出去，我好爽快。有没有很严重的便秘？严重的人我处理过一个，只要你是便秘，我保证帮你弄。我见过最严重的便秘，那个老人家是这样，他的肚子每天这样，咕噜咕噜有风啊，然后只要吃东西他就胀。我就知道那个肠道已经堆积东西太多，就一吃啊，它就会胀啊，胀肚子嘛，知道吗？然后我开始是给他喝了3大杯的黑茶，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点点，我又喝3杯，又出来一点点，就是出不来。后来我想怎么办呢？后来终于被我想了办法，这种人教你怎么处理，就严重便秘，让他凌晨4点半起床，晚上黑茶先泡好，4点半起来之后准备4大杯黑茶，给他稍微温一下，然后把那个茶多酚准备2粒。磨碎了以后，每就是把这2粒分在4杯里面，再加什么东西呢？再加一样东西 ，honey， 蜂蜜，蜂蜜加进去4大杯，4点半起来以后，把这工作做完之后，就咣咣咣咣咣连续性的把4杯全部喝完，喝完之后回到床上继续睡觉，睡觉的时候做一个动作，用手，不要在这里，在小腹的部位，一边揉一边睡，一边揉一边睡，第二天7点多再起床上厕所，哇，一大堆就出来了。那老人家那天出了一大堆，要拍张照片给我。他为什么拍给我？他吓我一跳，说我出问题了。话讲得我紧张一下，后来一看，他大便了好多血。后来我说什么原因？后来了解了一下，他那天可能，因为他那个他给我看的大便前面是黑的，后面是黄的，那个大概太硬太粗，他那个就是痔疮破的。啊，这个要弄干净了，老人家肠道不干净了，真的好多那个并发症。弄干净以后讲话都不会口臭，然后吃菜也香一点，这样是非常好的。这个东西比什么良药都好，清干净。你刚刚说要把它冲下来是运动了8分钟以后，还要喝一点温开水。对，要不是喝一点，最好喝个1-2杯。哦，2杯，我写一下啊，2杯。这样子，这个是普通的，如果是严重的人，这种就要像刚才那个方法，就比较严重。我们肠道是4点半钟是蠕动最厉害的时候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我是严重便秘啊，就让他4点半起床，
准备四大杯，按照我刚才。不，你是说把那个肚子给油上？油，把油那个是，对对对，是就是减减啊减，对，减肚子，减肚子的那个。然后每天减肚子呢，那个时间段要喝，对吗？还有白天的时候喝一下，整一天保证2000cc。要2000cc。减肚子，减肚子，那早上4:30起来。啊，不是不是，严重的，严重的。我还是说，还是便秘。减肚子就说你运动了8分钟以后。运动8分钟以后，然后就喝点温水就可以了。但你白天不是说我那个时间喝，白天不用喝了。那个时间喝了以后，加上白天一起喝的，加起来一天保证2000cc。好好好啊。那有人说黑茶这么好，黑茶长什么样子？我见一下。